位于桃园中正艺文特区的飞石咖啡，是桃园少见结合选品空间的咖啡厅。在这里可以找到一杯好咖啡，具有设计感的服饰与来自澳洲的植萃保养品牌。店内空间采白色简约挑高设计，轻工业风结合绿色植物艺术，让每个角落都传递出自然从容的生活态度。青酱里脊脆脆面包，这个三明治本身是由我们店独家研发而成的。那它最大特色就是里面的青酱，我们是用新鲜的菠菜泥去制作而成。那这菠菜泥它其实会比较多的程序，那我们就是除了会准备新鲜的菠菜之外，那我们也会经过炒了之后，然后再去帮它做成一个青酱这样子。所以咬起来的话，对，除了有里脊的香味，然后还会有就是青酱微微的那个淡淡的香味。最近最受大家欢迎的是我们跟 Grand Alchemist 合作的这款联名咖啡，叫做晨杯时光。因为 Grand Alchemist 它的那个保养品有蛮多的味道都是带有一些香橙的气味，所以我们以这个香橙的概念去结合我们经典的美式咖啡，把它融合在一起这样子。这个地方因为是做咖啡跟选货，所以选货的道具上呢采用老件，因为老件的东西呢它有一个历史感，它有岁月痕迹，然后去呈现这些选货跟这些商品的话，它的氛围会呈现出不一样。那因为本身这个物件呢，它的采光就非常好，那于是呢我们就去选到就是说接近卤素灯泡的光源来做辅助的照明。大的咖啡桌的上面的吊灯呢是自动所做，因为它确实有大概60年代、70年代的氛围，然后搭配这个新的环境的空间。当我这个地方我想要呈现的，我不要有看到黑色的东西。我除了白、浅灰色跟水泥地以外呢，我需要一些绿色的植物，所以我希望呢，有一些绿色的植物呢，是可以在这个空间让人家觉得好像又有点大自然，然后又有白色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搭配了一些植物。但是在植物的选购上面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最适合呢低调它又优美的话，就是雾面白色的花器，不管是圆形、长形或是方形，来去搭配这个杯子咖啡的空间。那确实效果出来之后是大家会觉得格外的不一样。是时尚也是时尚，让飞石咖啡不只成为美好街景的一部分，更吸引不少设计师从外县市前来取经，也让这里被誉为桃园最美的空间。